传满跟玉米有关的东西耶。为什么你们两个刚你们两个刚出去是有妹带你们去啊？没有没有，第一次看到他。我们去低调怎么的？对啊，啊怎么？这是您的。你好你好你好，蔡经理。哦，蔡经理啊，经理经理你好，经理你好。所以大家还是要看一下你的厨艺啊。哦哦。你贵姓啊？我有入户有入户口两个。我想问你搁爱收？有入户口两个。我在煮东西，你们来嗨了。哦，有两个。这个不能炖蛋，就简单的来炒一下我们的玉米笋跟炒玉米笋跟花椰菜。你到底吃过他们的玉米没有？没有。很好吃，我听说好甜哦，超甜的，哎，对，我听说甜度到二十几度，哎，等等，这跟我们刚没有这个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也是这不一样，这不一样，叶子，它叫什么什么玉米？黑宝糯米，黑宝也可以直接吃吗？它是比较 Q 弹一点，哦，它也是我们家的特别的，哦哦。哇，它是紫色耶，好帅哦！这个就好像它有更多的花青素，好像那个宝石一样，那么真的好美哦，漂亮，对，所谓蓝色。哇，那为什么有这个颜色？它的维生素不一样吗？它的养分比较多，养分，所以它比较健康。表示你帅啊，帅。哦，不能这样吃，不能这样吃啊！我都觉得，因为我刚刚没有看过它，而且那看着真的都舍不得吃它。那我先吃一个你们刚刚吃的很甜的哪一种？我来闻。这个是甜玉米，这也不能生吃。这甜玉米，这甜玉米不能生吃。看错了，到底我可以吃哪一只啦？这也不能吃哦。白色的，所以白色的是生的吗？对，这个吗？对，它的白色的。你们这么分得出来叶子的关系吗？是，哦，打开，就是它。哇，对对，这是我们的销售。你看它们三个不一样的，这是做美白哦。你吃你就知道，真的好不一样。你折一半下来，你折一半，好。哇，还有水分哦！吃那个，那都喷汁嘞。对，所以哥你咬这个，啊，我现在，你没觉得的吗？水果，大口咬。有。天哪！有。好神奇哦，这是我第一次吃过的一个生的玉米，这么吃是？厉害不？这没有煮过。没有。真的。厉害不？厉害厉害，那就厉害。好假，为什么是这样？是品种的问题吗？品种的关系。水果牛奶。它的甜度大概是8到25。你都吃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水一哥炒的玉米笋，对，它玉米笋也是甜的，对，就简单，很好吃，简单一点，那个椒盐粉就好了啦，不用很。所以哥，你伫厝拢你在煮菜哦？拢我在煮啊，拢你在煮？对啊，啊是我在种呀，衣服在升级。哇，好香哦，因为这一看就知道家里有在做菜的，家庭主妇啊。我炒菜炒了大概30年。哎，你老婆到底怎么样会找到你的？又会唱歌，又会炒菜。我们在歌唱班认识的。你们在歌唱班认识的？对。哦，歌唱班。OK。好好吃哦。然后那时候我是助教，不是主在教，是助。你是助教。助教。然后他是学生。对。感觉像是某种爱情片。不是，然后我帮他发音练习，哆咪嗦咪哆，然后就一对一，然后就啊啊啊啊啊，越来越好的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就三个小，这没播嘛？就三个小，你堵到我们的心，好笑。对，哦，试一下，太好了，来尝尝看，来。所以是因为小时候，因为觉得说炒菜啊，想要吃，对，然后就很喜欢，很喜欢吃，哦，然后就自己做，对，好，来，哎，我刚好吃了一个他的玉米笋，我觉得吃啊，超好吃，哇，好香哦。我觉得水哥说的是对的，这个玉米笋不用加太多的。调味就是先单跟它的原味搭配起来就很好吃。嗯，而且我好 Q 哦，哇，超好吃！我觉得我们要感谢台湾，为什么？因为只要我们在美国啊，美国的玉米笋很少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是卖玉米，就是大的已经成熟了。嗯，玉米笋在美国也很贵，然后只有在亚洲菜里面或者沙拉才会吃到。我上网查说，美国的玉米笋是从泰国、印尼还有台湾。哦，真的哎。免客气啦，我们这个客气客气哈，来讲讲讲讲，但是一定有这句话，免客气。其实啊，我也在吃啊。客人要来的时候，收成都一定把最好的留给客人。对，所以这里面还有几种？这里面还有两种，还有另外两种，这个是这种，这个是斑比玉米。台湾人在播玉米不是这样播的，我好像香蕉哎。对啊，这个是哦。哦，那种互相的感觉，好漂亮。彩虹玉米，对，彩虹，这个女生会喜欢的。
哦，可以吃吗？直接吃吗？可以用头发，现在可以吃吗？不行，这个不能吃。糯米跟它跟这个一样是糯米的，不能生吃，要煮过才能吃。但是你等一下手上拿的那个可以吃，它是黑宝水果，也是这个颜色的，所以它是它的爸爸妈妈还是兄弟姐妹？祖先。拍下这个周公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希望不要给你拍灰哦，阿丽的，因为它超特别的，蛮见怪哦。祖先要尊敬一下。黑宝水果玉米。黑宝水果，这我一看我就大概知道它是黑宝，因为它的须很黑。我们台湾在剥玉米是这样子，一下就叫剥，不会像在剥。香蕉哦，它的营养成分也很，对，它的颜色比这个还深哎，对啊，所以它像黑宝啊，它是个葡萄哎，它会有点黑黑的营养素，花青素。我觉得什么感觉？它是有，它也很好吃，只是没有一个那个摆的那么的甜，对，可是也很好吃，甜度比较低一点。这什么？是为你们准备的黑宝水果的果汁。黑宝水果汁哎，玉米果汁，我第一次看到玉米可以做成果汁，这个对。所以就来有煮过吗？就直接下去打。要先煮，我帮你们煮一下，不然它就是。所以这个是煮熟的。对对，里面有加它少了凤梨、小苹果跟苹果。煮过少了那个。在国外，有在国外他们蛮就是外国人蛮，有些人会喝的。哦，也很好喝。对，我们的皮去那一个玉米的那个。听起来好健康，好甜啊！对啊，它很健康。而且你看，我们刚才出来它有沉淀嘛，就表示它里面的一些就是膳食纤维很多。哇，好清爽哦！哎，这个很清肠胃。呀，我也觉得。那你这个如果加一点薄荷，我的玉米呢？哦，你要带一根吗？我先准备一根。这个。对对对，对，就是这个。等它干了。而且这根可以留着。释放给我看一下。这是十一哥咬过的。哇哇，谢谢十一哥。好用再打电话，好用再打电话给我。哎，你再咬几根？地方哎，有来过吗？好年熟啊！当然啦，这边我也常常来啊。每一年的元宵都会办晚会，我连续来了好几年来唱。但其实这次不是要你来唱，这次是我们好像要到对面了。对，到哪里？跟妈祖有关的住宿，跟妈祖有关的住宿，妈祖的绿广吗？还是什么？该不会里面都是妈祖吧？哦，香客大楼吗？一看看就知道啦。对呀呀。这个好西东方的感觉，对，这个是西东，西东，这个很东西，西东就是很国际，对，就是为什么是用西洋旗？你们是摆一个西洋旗在这边的意思是？对，因为我们饭店是以西洋旗为元素，融合我们在地庙宇的文化来做这个主题，对，所以就是才有就是像妈祖的后冠以及西洋旗 ，Queen 的概念 ，Yeah， 哦，所以是用西洋旗的概念，对，哇，好酷哦。我们今天会让你们体验，因为我们最近新进驻了我们港式饮茶的品牌金月轩，所以今天要让你们体验的就是我们港式的点心。哇，对，要来挑战一下。太巧了，我们有厨师在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开始？那因为今晚要让各位就是入住我们全台湾最神奇的酒店，那我们先带你们去看房间的房型哦。哦，最神奇哦，对，神器，神器，坐，是生气了，那边生气什么？来，好期待。
真的很期待，因为主任说他老板说一定要说全台湾最神气的酒店，所以我们进来走路都要这样，你看。一定要让你们知道我们的神气，真的要去看看到底担当哎，担当到底哪里神气？担当好秀，哎呦，哇哦，哎哦，素汐呢？哎，哇，我吓到哎，哇，好特别哦，这么它这个是布，这个是窗户啊，哎，为什么叫最神气？在哪边的哪里？这间房间可以远眺妈祖像，因为我们就位于朝天宫妈祖庙的正右手边。哦，对，有了妈祖娘娘的保佑跟加持，旅客前来都可以很安心的。在哪里？那我们是往外面看。哦，这里啦！哇哇，真的！怎么拍？哦，有啊，欣赏到的是我们整尊的妈祖像。哎，我觉得这里这样子感觉蛮不错的，就神明的气息。对，不信你看，所以就来，你走了，来那个窗帘给我一下。哎，你走了，来，我们来，哎，我来看一下啊，所以哥做一个刚起床的样子。来，五四三二。哇，佛光普照，哎，真的就很安心，对不对？就晚上睡觉就有那个妈祖就看着我们，保佑着我们。我们待会还会带你们就是去看我们的国王房，那我们往这边哦。好，这是你说的国王房，是最高级的房，King Room 啊，国王房。它的话，房间一定会有一个大国王。就是气，这一个，哇，对，这个超帅的，好像来到那里，对啊，也太有那个感觉了吧。那我们每间房间都一定会有浴缸，哦，对，就是可以今天泡个澡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入住？因为我们待会要去挑战港式点心，是唯一的那一位优胜者才可以入住我们这间高级房。剩下三个人呢？三个人我们就是一起睡。香客大楼，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香客大楼有没有浴缸？没有浴缸。哎呀，很简单。好，走，往哪里去？往哪里去报道？二楼吧。那我们待会就是带你们过去二楼，在我们的二楼金月轩。金月轩，走，走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我们是来报道的。对，来报道的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欢迎光临我们金月轩港式饮茶。首先呢，你们要先选2-2一组。2-2一组。对。那就抽，你们要今天要做什么食材？中西大对决了。OK 啊，对，我们超害怕的吧？一人一张。对，然后这里四张而已。那每个选这张。对，就这样。反正他选什么都没关系，所以。对，什么不重要吧？这什么啊？就，天哪，我最不会的，招牌片皮呀。那你还好啦，中餐也会刀工，这是刀工的，负责片而已嘛。还要去烤。还要去烤？那你来，你们两个，我们还在搞动，我们还在搞动，小猪流沙刀不懂，我们要，因为我们看不懂。麻油咸水饺，对，是哪一个饺？跟我水饺，跟我差不多了。我们都是饺，它是有两个饺，它是我们在地食材，云林在地食材去做。两包饺，对。他刚刚在旁边说，他们中文打错，水饺怎么评成这样？你以为制作者会打错吗？有可能哦。行，我们去学做。好，所以我们两个一组，你们两个一组了。好，那个从哪边走？哪边？走。那些鸭是都一样，宜兰的樱桃鸭，啊，樱桃鸭它的油脂分布比较均匀，对，啊，甲无一种鸭香味，咱尾啊，即个材料煎的内底，对嘛，哎，它这个有顺序吗？放的顺序？先要放味道。哦，这个，
新香料。蒜头，蒜头，蒜头，蒜头三粒，三粒我先。哎，大家今日可以做笔记，赶快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中餐的蒜头要够贵，越贵嘛哈。对对对，越贵越。越贵越来来。来，对，八角。八角。对的，对的。豆蔻。干炒鸡粮。拌的，好，这是丁香，丁香，对啊，我们加的导游，嘛是跟豆乳放出来，哎，好，咱的这均匀料，咱就要撇起来，撇起来，哎，不，咱内底材料拿出来啊，要用什么撇？咱来左右交叉的。丢了烫烧水啦，那个料啦，烫一下，拉皮一下。哦，它烫过以后皮就会绷紧一点。对对对，就不会这样皱皱的。哦，它要烫多久？大概一个面大概五秒钟。所以这里它这里在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呢。哦，有安尼揪开。哎、欸，真的呢。哎、欸，安尼揪都未烧哟。OK OK。哎，好犀利哦。这里那你当钓一下，甲袂讲。黑啦，黑啦，黑。哦，你错水的比例，所以你三分嘛，我知。因为我时常养一个，我带摄影师钓，我只会给你做了。好，再问一下，啊，这错水，它这醋水是有特定的比例吗？有比例。它只有里面就是水跟醋而已。没有，我们是主要是白醋跟麦芽糖。白醋跟麦芽糖。啊，当归桃啊。哦。要停多久？大概淋了一尺就可以了，淋了一尺而已。前面后面，我已经三四尺了。你这一次鸭会很好吃哦。怕有哪一个地方到高，哪一个地方没有弄不到，那都是这样可以的吗？可以了，这样我们可以了。就把它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风干。风干在哪边？也是我们也要风干，大概12小时。难怪我们出去吃烤鸭都要预定，都要先预定，要不然真的没有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住谁家 ？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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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